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和您相识。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简化太极剑，也叫三十二式太极剑。该套路以太极拳为基础，结合剑法，取材于传统的太极剑套路，动作舒展优美，练习起来给人以美的感受，同时还使您感悟到传统文化的内涵。俗话说剑如飞凤，我们一起试试。太极剑的手型主要是剑指，要求中指与食指伸直并拢，其余三指趋于手心，拇指压在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上。步行，弓步，前腿屈膝前弓，全脚掌着地，脚尖微内扣，膝尖不得超过足尖，后腿自然伸直，脚尖内扣，两脚横向距离约20公分左右。扑步，一腿全蹲，膝与足尖略外撇，另一腿自然伸直，平扑接近地面，脚尖内扣，两脚全脚着地。虚步，一腿屈膝半蹲，全脚着地，脚尖外撇斜朝前，另一腿微屈，脚前掌点地。独立步，一腿自然直立支撑，另一腿在体前或体侧屈膝提起，高于腰部，小腿自然下垂。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剑的构造。这叫剑身，剑身的两侧叫剑刃，剑身的中间叫剑脊，这是剑尖，斜的部位叫剑锋，这叫护手，也叫剑格，这个部位叫剑柄，这是剑首、剑穗。握剑方法有两种，左手持剑，食指抵在剑柄，拇指扣于剑格的一侧，另外三个指头扣在剑格的另一侧，剑脊贴小背，垂背下落。右手握剑，虎口抵在剑格的下端，手指屈曲握紧，大拇指侧是剑的上刃，其他小拇指侧是剑的下刃。刺剑，利剑或平剑向前直出为刺，力达剑尖。点剑，利剑提腕臂自然伸直，力达剑锋。带剑，平剑由前向左或右屈臂回抽为带，腕高不过胸，剑尖斜朝前，力达剑身。截剑，剑身斜向下，力达剑身前部。劈剑，利剑自上而下为劈，力达剑身。撩剑，利剑由下而上为撩，力达剑的前段。拦剑，利剑臂内外旋在体侧画弧，向左或右前方斜出，力达剑刃。
挂件。利剑，剑尖领先，由前向下后贴身挂出，力达剑身前部。我们将全套动作分成四段，每段分为两个小节进行教学。第一段共有九式动作组成。第一节的动作有起式、并步点剑、独立反刺、扑步横扫。起式，并步，左手持剑，左脚向左开立，与肩同宽，右手剑指，两臂上举至水平后，屈膝略向右转体，重心右移收左步，同时左手持剑礼合，右手剑指向下向外摆至体右侧。
左腿向左前方上步，随着上体左转，右手剑指经耳侧前指，左手提剑在腹前画弧至左胯旁。右腿盖步，左手剑柄领先，经前臂内侧前穿，右臂回抽至体右侧。上左步，足跟着地，右手经耳侧摆至剑柄处，准备接握剑。并步点剑，重心前移并右步，同时右手接握剑，经后上向前下方点出，左手扶右腕，目视剑尖方向。独立反刺，右腿向右后方撤步，重心右移，上体右转，剑回抽至右胯侧，左腿收至右内踝，同时剑尖向下、向右、向上回挑，左手扶于右肩前，提左膝，剑过头顶向右反刺，左手指向身体左侧，手心斜向前，指尖朝上，目视剑尖方向。扑步横扫，左腿落于左后方，呈右弓步，剑向右前方下劈，左剑指扶右腕，右腿全蹲，身体左转呈左扑步，左剑指经腹前向左腿方向反穿，随着重心前移，后腿蹬身呈左弓步，剑由右侧扫向体前，左手亮指于额上方。下面我们把这几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起势，并步点剑，独立反刺，扑步横扫，第二节的动作有右平带、左平带、独立轮劈、退步回抽、独立上刺、虚步下截。右平带，收右步，同时剑收于身体右侧，左手扶腕，上右步剑向前送，重心右移呈右弓步，右臂内旋将剑带至右前方，臂微曲，左手扶右腕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左平带，收左步，同时剑在右侧回抽，上左步剑向前送，重心左移呈左弓步，右臂外旋将剑带至左前方，左剑指向下、外、上画弧，架于额上方。独立轮劈，收右步，右手沉腕，剑向下落于左胯侧，左手扶右腕，右腿向右前方上步，右臂内旋，剑柄领先向上提起，左手下摆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膝呈右独立式，剑向右前方下劈，左剑指架于额上方，目视前下方。退步回抽，左腿后落呈右虚步，右臂外旋，左手扶腕，将剑回抽于左胸前。
独立上次，重心前移，提左膝，随上体右转，右手握剑，略向下画弧，再向前上方刺出，左手扶腕，腕与肩高，剑尖稍高于肩，目视剑尖方向。虚步下截，左腿后落，重心后移，随着上体左转，剑柄领先带至胸前，左手摆至左下方，右腿前点成虚步，剑向下向外画弧成截剑，剑尖对右膝，左剑指向上画弧至额上方。把这几个动作连贯起来演示一遍。向右平带，向左平带，独立轮劈，退步回抽，独立上刺，虚步下截，第二段共由八式动作组成。第一节的动作有左弓步刺、转身携带、缩身携带、提膝捧剑。左弓步刺，撤右步，剑向前送，左手扶腕，重心后移，收左步，右臂内旋，将剑回抽至胸前，上左步成左空步，右臂外旋下压，经腰向前刺出，手心朝上，左手向前画弧于额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转身携带，坐步扣左脚，剑回抽于腹前，左手扶腕，剑尖朝右，重心左移，右脚擦左内踝后撤，剑向前送，掰右脚，扣左脚，上体右转约270度，同时重心逐渐移向右腿，成弓步，右臂内旋，随转体将剑带向身体右侧，腕与肩高，剑尖斜向上，目视剑尖方向，缩身携带，收左步，剑向回抽，撤左步，剑向前送，同时左剑指经腹前向外向前反穿，重心后移成虚步，右臂外旋回带至胸前，左手合抱于右腕上，提膝捧剑，撤右步，上体略前倾，剑向前送，重心后移成虚步，左右手随重心后移拉至两胯侧，进左步，提右膝，两臂外旋向前下再向上捧起，左手托于右腕下。我们把这四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左弓步刺，转身携带，缩身携带，提膝捧剑，第二节的动作有跳步平刺，左虚步撩，右弓步撩，
转身回抽，跳步平次，落右步沉腕至腹前，随着重心前移，两手捧剑画弧上提至胸前，后举左腿剑向前刺，左腿向前跳步，右脚迅速收于左内踝，两手后拉至胯侧，上右步成右弓步，右臂外旋经腰向前刺剑，左剑指向外画弧至额上方，目视剑尖方向，左虚步撩，重心后移收右步，右臂外旋向上后下画弧，掰右脚上左步，左脚掌着地成虚步，剑向前上方撩出，架于头上方，左手扶腕，右弓步撩，掰左脚上右步成右弓步，右臂外旋剑经后下向前撩出，腕与肩高，剑尖略低于肩，左手向下外画弧于额上方，转身回抽，重心向左腿移，剑向上画弧回抽于体前，手心朝里，左手扶腕，掰左腿扣右脚，上体左转成左弓步，剑向左前方下劈，随着重心后移成虚步，剑向回抽于身体右后方，左手剑指经右侧向左前方指出，指尖朝上，目视剑尖方向。把这几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跳步平次，左虚步撩，右弓步撩，转身回抽，第三段共有60动作组成，并步平次，左弓步拦，右弓步拦，左弓步拦，进步反刺，反身回劈，并步平刺，左脚进步，右脚向左脚并步，剑经腰向前平刺，手心朝上，左剑指托于右腕下，目视前方，左弓步拦，以左脚掌右脚跟为轴，身体右转，右臂内旋后引，左手扶腕，上左步成左弓步，剑柄领先经后下向前拦出，左手向右前方画弧架于额上方，目视前方，右弓步拦，坐步掰左脚收右腿，手臂外旋，剑收于额左侧，上右步成右弓步，剑经后下向前拦出，左手扶右腕，目视前方，左弓步拦，要点同前左弓步拦，进步反刺，盖右步右脚跟提起，右臂外旋，手心朝外，虎口对向身体后方，左手扶腕，重心向右腿移，身体右转，剑向右下方刺，剑指向剑的对应方向穿出，目视剑尖方向，上左步成左弓步，右手扣腕，使剑尖对向左斜上方刺出，左剑指合收于右腕，
目视剑尖方向。反身回劈，坐步扣左脚，重心左移收右步，上右步成右弓步，剑自上而下劈，剑和手臂成水平，左剑指向下外画弧于额上方，目视剑尖方向。把第三段完整演示一遍。并步平次，左弓步拦，右弓步拦，左弓步拦，进步反刺，反身回劈，第四段共有九式动作组成。第一节里的动作有虚步点剑、独立平托、弓步挂劈、虚步轮劈。虚步点剑，扣右脚上体右转，剑随之后摆，左剑指附于右肩前，左脚向起势方向上步，举剑，左手下摆，上右步成右虚步，剑向正前方下点，左剑指向外画弧合于右腕处，目视前下方。独立平托，右脚向左脚左侧踏步，左手臂外旋，将剑尖摆向右侧，随着重心后移，剑柄领先向后下画弧，上体右转提左膝，剑向上托起，左手扶腕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剑尖方向。弓步挂劈，左步落，上提左转，剑尖领先在左侧后挂，上右步成右弓步，举剑下劈，左剑指向后亮指于额上方，目视剑尖方向。虚步轮劈，以左掌右根为轴，上体向右拧转，剑随之后摆，左手剑指伏于右肩前，上左步举剑，点右步下劈，左手扶右腕，目视前下方。把四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虚步点剑，独立平托，弓步挂劈，虚步轮劈，第二节的动作有撤步反击、进步频次、钉步回抽、旋转平抹、弓步直刺。撤步反击，右腿经左内踝向右后方撤步，右手沉腕外旋，两手心相对，重心右移，上体右转，剑向右上方击出，手心朝上，左手下摆至左胯侧，
手心斜朝下，目视右前方。进步平次，重心略后坐，扣右脚，右腕随之回带，重心移向右腿，收左步，右手内旋，使剑外撑，左手扶腕，上左步，左剑指经腹前向前反穿，上右步，右手外旋向前刺剑，手心朝上，左手亮指，目视剑尖方向。丁步回抽，重心后坐成丁步，两手合抱于胸前，左手扶右腕，掌心相对，剑尖朝右，目视剑尖方向。旋转平抹，右脚摆向右前方，同时内旋向下翻转，压剑，剑尖朝左，右脚向左脚左侧扣步，右脚向后撤步，重心后移成虚步，同时两手分别向后拉至胯侧，手心斜朝下，目视前方。弓步直刺，上左步成左弓步，剑经腰向前立刺，左手剑指经腰摆于右前臂内侧，目视前方。收势，重心后坐，身体右转，接握剑，身体左转，重心前移，呈开立步，按指下落，收左步。我们把这一节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撤步反击，进步平次，丁步回抽，旋转平抹，弓步直刺，收势。